信息代币必修学分做代价，咱将时间交予詹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啊，咱先大声做伙来祈祷。仰望的主，我伫你的面前，搁一届来感谢你，你予我伫久久的无闲了以后，我伫礼拜日，我会当伫即搭只组织，伫即搭只做伙来敬拜，也要做伙来听上帝你的话语。上帝，我求你帮助我，每一届伫上帝你的话语经历，我着看见上帝你的心意，看见主你的旨意。看见你要用我所讲的话，帮助我哪来哪明白主你的带领。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今仔日咧讲的这个题目是代表的必修的学分吼，啊，就是做一代志吼。啊，经过话吼，咱讲就讲，这个阿撒良伊得到恩准吼，伊会当去见代表的面吼。啊，伊去见代表的面，代表就甲伊认罪吼。实际上，这部应该是别个囝三号的一幕吼。咱足期待讲，伊这个时阵，代笔甲这个阿撒良会当恢复别囝的关系。总是圣经不是童话故事吼，这款的故事无发生吼。阿撒良不但无甲代笔和好吼，反倒等开始以计划要来叛乱吼。啊，伊真怕病，伊就伫迄个中间，伊来塑造家己的形象吼。伊伫啊，每一天出门的时阵，伊就叫人准备车吼，准备马坐咧肩头，啊，佮叫五十个吼人吼伫伊面头前来走吼。我唔知恁捌坐过迄、那、落、個、坐过迄、那、落、個、迄、那、落、個、总统，还是迄落副总统的议定的款的迄落警卫车队无吼？我以前我有一摆去新店吼，迄、那个时阵足久以前，迄、那个时阵我对着一台车吼，对几啊台车吼，啊，迄车开足紧吼，我奇怪新店吼以前交通做歹的吼，那位光复路一撮路拢是青灯啊。开开开到一半，忽然看到头前迄个警察车，伊讲：“比比啊，叫阮闪，叫阮闪哦，袂使对迄个车停哦。”啊，阮迄当阵吼赶时间了，就缀咧迄个车后壁去开哦，一路从那个火车头吼开到高速公路都是绿灯吼。因为阮缀着迄当阵的副总统连战的车吼，哦，伊个车停啊一路开吼，足好行的吼。啊，迄个声势真大吼。啊，你看这个阿撒良吼，伊派五十个人伫伊个面头前安尼走吼，迄个气势真大，真好吼。啊！伊就逐工每一工早起，伊真辛苦的时阵，徛咧迄个城门口哦。城门口是迄个时阵的法院哦。伊真辛苦，徛咧迄个城门口，伫迄搭遐，每一工若拄着有人吼、哦、要来找王来判决的时阵吼、哦，这个阿撒良安怎，就特别甲因建立关系，甲因请安，啊，真有耐心，就听伊讲啊，你有啥物代志要请王来甲你裁决？伊听了以后，伊做啥物代志？伊就伫遐真打拼，真认真破坏代表的形象。伊就甲因讲，哎呀，你这个道理实在是真有道理吼、哦，啊你吼、哦，你吼、哦，你讲的拢真对，总是无怕算吼，安、哦、怎？国王啊，无甲你主持一个好的判断吼，无予你一个公道吼，伊、哦、无照这道理来甲你审判，所以伫这个阿撒良的嘴内底中间，代表讲做一个什么款的人？代表讲做一个足无能、足无照规矩、很昏庸、很无能的君王。哎、啊，底下跟人讲话了以后呢，这个阿撒良讲到落尾来讲，啊，我做五万讲吼，我那是伫这个国家内底，我是做一个判断的人，我就当予你一个公平、个正当的审判。如果我有这款的权利就好。这叫阿撒良咧讲的时候，每一个要去找王猜国的人的心啊，就刚刚讲，代表对我无公平啊，代表唔对啦，这个阿撒良较好，较对吼、啊，所以咱。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阿撒良就用这款的方法，伊来得到一个百姓的支持吼，而且吼，伊个会经表现出讲啊，人若要来甲伊拜吼，要来甲伊，要来表示示好的时候，哦，伊就真表示真热情，甲咱呢，甲招呼，甲伊扶起来。所以经过一年，过一年的这款的准备，阿撒良渐渐得到真济以色列百姓感觉讲，这个人袂歹，代表敢若无介好。经过了四年的准备吼，这个阿撒良感觉讲时机已经成熟了，所以伊就选择一个所在准备要来登基吼，要来做王吼。啊，伊选这个所在叫希伯伦吼。啊，这为什么伊要选这个希伯伦这个所在？因为大卫是伫希伯伦做王的，这个阿撒良伊也是出世伫希伯伦吼，所以这个所在可以当讲是伊的故乡，那是会当讲是这个
王朝建立的时阵，第一个王就是伫这大家登基的哈。所以就想讲，如果我来去，会当登基到这希伯伦这个所在，登基遐做王，应该是一个上佳好的一个方式哈。总是伊惊讲，伊安尼大喇喇的吼，走去希伯伦哦，迄个所在要去登基吼，唔知代表会怀疑的吼。所以伊就走去见伊的老爸，就甲伊讲讲吼，我捌救一个蛇，讲吼。我迄当时也搁伫技术流亡的时阵吼，我捌甲上帝照做讲讲，如果有一天我能等伊到以色列，我要伫这希伯伦这个所在，我要来向上帝献愿，我要来侍奉伊吼。所以圣经甲咱讲吼，你若注意读圣经，就是足侪人讲白差的时阵，拢要甲上帝牵拖入来吼，拢要讲哦，我要甲上帝安怎，要甲上帝安怎，啊，其实拢是咧讲白差吼。啊，所以伊甲特别讲讲，这个时阵是我爱行这个愿的时阵啊。代表听到讲这个囝哦，未歹呢，甲上帝下愿，佮知影爱行愿吼，所以讲好，你平平安安的去。我是代表无想的吼，这个阿撒良这边去根本就无平安哦，而且唔是阿撒良无平安哦，是代表无平安呐。代表家己就变作足无平安的吼。代表咱来看见讲，代表的这个囝阿撒良，伊是一个非常老计算的人吼，伊足巧，佮足聪明，佮足老计划吼。伊为着要赢做，伊这边咧叛乱吼，声势真好，真侪人甲伊支持哦，所以组织一个200人的进香团吼，即个招即个人做伙甲伊，甲伊去献祭吼。然后伫伊献祭的时阵吼，伊即个人拢招什么人？当然是招迄个咱招一寡吼名不见经传的人，伊拢是找迄个有头有面吼，什么监察院长啊、考试院长啊吼，啊这个什么立法委员啊，拢招即个人吼，招甲伊做伙去。吼、哦，啊，所以去到迄个所在吼，这些人根本就唔知讲阿撒良要反叛吼、哦，所以当这个阿撒良伊反叛的时阵，伊甲伊这些人反转，甲因挟持吼，甲因抓掉，甲因压掉的、啊，所以外面的人拢想讲，这些人拢是支持阿撒良的，竟然伫埃尔萨令有200位重要的人物吼，拢跳出来支持阿撒良，所以这阿撒良一开始反叛的时阵，伊这个声势非常的悬吼。哦军队阿撒料的人就哪来哪济？圣经甲人讲讲吼，当有人甲这个代表报告时，讲讲以色列人的心拢归往这个阿撒料啊，代表就对伊的人生讲讲，咱拢爱起来逃走，那无咱就无法度闪避阿撒料啊，就爱紧紧的去，恐惊伊忽然间来到，就将规城人拢杀死吼。其实，如果咱要注意读圣经遐个文字时，咱能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报信的人并无提到讲，这个阿撒良已经采取什么款的行动啊？伊的大军已经抬到耶路撒冷城啊！伊拢无安尼讲，伊刚才讲这个军队阿撒良的人好亲像哪来哪济吼。特别伫迄个这个中间，伊无组织任何啊对抗的计划吼。伊刚才做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就是赶紧选啊！啊，实际上并无有够的证据来证明讲阿撒良已经来啊吼。实际上，咱若注意读这段圣经的时阵，你会发觉讲。这一个政变吼，好亲像无留半滴血。一开始的时候，好亲像无留半滴血。代表听讲，人拢军队阿撒良的时阵，伊就离开，逃离了亚罗撒冷吼。所以，好亲像阿撒良无血无血的一兵一卒吼，伊就真顺利入去到亚罗撒冷城。对啊，你今麦直接大家咱有一个问题，咱就要问啊，讲为什么代表要逃走？代表逃走？表示什么？代表逃走，伊敢有做，伊应该做迄个安排吼。像像你今麦一个真重要一件事要甲咱去讲的，就是讲吼，代表伊伫咧逃离亚罗萨林城的时阵吼，伊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打算，就是伊无打算要放弃伊这个王位吼。这就是为什么伊留落来十个嫔妃吼来固守宫殿吼。伊叫因固，就是表示讲有愿望，有计划。有一天他又要回来，这些嫔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号吼。这个记号是什么？表示代表他要继续来统治以色列。我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代表为什么在这个过程的中间他马上就要走，今天 有一个可能就是说，如果代表在这个所在来组织反抗，这个所在是首都，今天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很多兵民平民百姓的可能会受到死伤，啊，佫有一个上大一个可能性吼，就是其实代表并无想要甲这阿撒良吼拼一个死活吼，吼，这会当讲为
后来台北组织伊个军队要去甲阿萨良相台的时阵，又特别交代讲啥物？恁爱为着我的缘故，留迄个少年人阿萨良的活命吼。所以台北其实真疼伊这个囝，所以伊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伊想讲伊无要甲伊伫这个所在拼一个生死吼，所以伊选择出城流亡吼。圣经甲咱讲吼，其实嘛毋是所有人拢去跟这个阿萨良嘛，就讲圣经甲咱讲，这个王出去。正人拢跟在伊吼，啊，因来到一个所在吼，叫做别罗合这个所在。别罗合伫这个圣经吼，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上罗马的一间厝啦。讲台北离开亚罗沙林城，来到亚罗沙林城边啊的上尾一间厝，这个所在时阵，台北停落来，伊和遐要跟在伊的人甲百姓大声过河吼，和伊先过去，啊，伊伫迄搭遐吼，伫遐甲。一个人，有个人无法度过去的人，底下甲因 say goodbye 吼，正人底下甲台北底下大声底下咧哭吼，天哪，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悲惨的一幕吼，一个做国王的人流落出去吼，啊，遐上亿的人底下底下甲伊大声底下哭吼，总是就是伫这个所在，咱看见啥物，看见台北真正的朋友皆出现啦，圣经的作者。特别让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吼，这个人是加特人伊台，伊甲台北的对话吼。就台北甲伊讲讲吼，你是为外邦倒来吼，为什么你要甲阮做伙去嘛？你会当去甲迄个什么新的王做伙住，或者是登去你的本国，我不要紧。而且你来日子无介久啊，吼，所以我怎样叫你甲我做伙来流亡的，吼，甲我做伙去哪受苦的，所以。台北其实是跟这个义台讲讲，恁就免来，这跟恁就无关系，恁就去做过恁家己所要过的生活呢就好。总是这个义台对王讲一句这样的话吼，我感觉伊讲啊足严重诶。伊讲吼，我指着永远活耶和华来咒诅，我敢伫王的面头前咒诅，无论是生是死，王伫打落，你的奴仆也要伫打落吼。今下你姊妹，咱看见台北其实伊真好心吼。代表甲这个外邦人以台讲讲，恁唔免选兵，这甲恁无关系，这实在讲，这不是恁家的代志吼，这是代表伊的国伊的家的代志吼。恁只安怎，咱一个中文讲讲，你们明哲保身就好了啦。伊就是明哲保身就好，根本就甲恁一点关系拢无吼。总是这个以台伊竟然底下讲讲，我指着永远活耶和华来咒诅，底下咒诅讲，我要滚地代表。就算死亡也袂当甲我分开吼。哎呀，你姊妹，你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人把安尼讲话？就是一句作性的话，把安尼讲话，就是迄个罗德。罗德甲伊个拿奥米咧分开的时阵，伊嘛是安尼讲：我指着永远活耶和华上帝来救抓。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去到大楼，我就要去到大楼；你死伫大楼，我就要死伫大楼。现在兄弟姊妹，这拢是外邦人啊。罗德伊是摩押人，以太伊国较是以色列人的对敌，非利士人吼。这款外邦人的身份，唔是一种的阻碍吼。反倒等，因拢愿意伫迄搭遐讲，我要指着亚华上帝来救抓。透过安尼，因表明因是一个真正要跟对上帝的人吼。因甲遮的灾害、甲遮的困难无关系，因为因只要登去到因家己的土地，去挖苦因家己的上帝，只要该。你阿萨良甲台北伫遐抬来抬去，跟我一点仔关系都无啊！总是这个加特人，这个以太，伊讲愿来军队里吼。因是啥物人？因是腓力斯人吼。现在李进国，你也想讲腓力斯人哪会走来投靠台北啊？这是一件真奇怪的代志吼。真有可能这外邦人就是台北伫伊少年时阵，伊有一阵仔流浪伫这个腓力斯。伊去投靠迄个加特王阿吉，伊去大遐来挖靠遮个腓力斯人吼，有可能这点人就是伫迄个时阵熟悉，成做朋友。到今仔日，当台北拄着困难危险的时阵，遮个腓力斯人讲：“我无要离开你吼。”然后台北搬过吉伦溪吼，当伊搬过这吉伦溪了以后吼。这个撒都加这个撒都吼，加所有利未人，因做伙扛着约柜来到头前。这时，有阿比阿他也甲因做伙来吼。
这些宗教人员，因拢真忠心要来军队代表吼，拢是先代表一件代志，代表做了一个真特别的决定吼。伊讲吼，代表伊无想要带约柜，约柜来逃走吼。代表讲安怎，我著伫妖化人头前得到伊的稳定，伊一定会活回来。何我阁看见约柜甲伊徛起的所在，如果伊若我讲，我无介意这个人，看我伫遮。愿上帝照伊的旨意，凊彩来对待我，对待我。现在兄弟姊妹，特别相信一件代志：如果我若真正上帝看我是好的，我就会当登去到耶路撒冷。我看见上帝约柜，上帝若把我气杀，就算讲我个约柜跟在我的身躯边，也无路用。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观点吼。咱要讲的是，如果咱若登去看撒母耳上卷第四章内面，以色列人咧甲腓力斯人相谈的时阵。咱会看见约柜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是一个真神圣的地位，因为他相信一件事，就是既然若是有约柜的人，就表示说上帝跟他同在。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反叛，代表跟这个亚沙龙两个人，他们遇到一件事，就是他们来争什么人是正统，争一件事说什么人上帝跟他同在。所以有这个约柜在他的身躯边，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我们稍看年纪跟我差不多更多一些人，我们就会记得说、哦、咱以前我们的国家都说我们要强调我们的法统，有没有、哦、我们的那个国会不能改选，因为我们要有法统。那个法统在那两个政权在收钱的时候是很重要的，约柜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代表。但是代表他没有打算跟约柜做伙走吼，因为迄个时代的人嘛，相信讲，如果咱有约柜甲咱，咱甲同在，表示上帝伫咱的这边，所以咱做代志就会如有神助，无往不利吼。但是代表无这款的生物崇拜想法吼，伊无甲约柜看做讲，有这个物件，我就能得到一个真奇妙的溃烂。有这个物件，我就当表示讲上帝跟我同在；有这个物件，我就当打败对敌的军队吼。我那要讲的是讲，代表伫这大家表现出一个信用，一个真可贵的特征吼，就是人无想要想办法来控制上帝。哦，咱人的一个困难的时候，就是讲我已拥有某种东西，代表那个神奇的力量与我同在吼。所以很多人开车的时候都会在他的车头前挂一个永保安康，其实那只是一张车票，总是我们人的心认为说挂那张车票我开车就做保平安，别人会去弄到，但是我弄到没事。我们会感觉说、欸、这个东西带我一种的困难。有的人会，我们小孩的时候，我妈妈大概去庙外的时候把我的衣服拿去后面转阴，转一个红红细细角角的阴转在后面，表示什么？表示说你穿这件衣服出去，没去热到，没去刷到，没去冲到，没去弄到，因为有心灵的保护。人在他的宗教的那个习惯中间，他会感觉说我需要得到什么东西会当带给我利益，但是不然呢，他会抓说因为我有约柜，我把上帝跟着跟着我做伙走，上帝跟我同在，所以我一定会赢。就像你姊妹，人都会想说要控制一款神奇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但是代表我们在这里看见他没这样抓，伊无伊掠着上帝，就当让上帝给伊带来祝福、胜利、成功。伊反倒当讲一件代志：如果我这个人是上帝所欢喜的，我无这个物件，上帝爱给我回去；如果我这个人若是上帝面头前，伊看我是无好的，就算讲我跟约柜嘛是无路用。所以兄弟姊妹，这是咱一个真重要一个信仰的态度。咱这个人对也唔对较重要，唔是咱这个人有得到什么啊福啊，还是什么是利己。或者是还是扎一本圣经较重要，人对不对较重要，不是你有这些东西较重要。然后代表跟这个撒都跟这个阿比阿他要求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做一件事情，叫他们做失败，叫他们在那里收集情报。实在说在这个危机的时候很重要，就是需要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啊。所以这个撒都的儿子阿西马苏吼，啊，甲这个阿比他的儿子约拿单吼，这两个人落尾真做代表，这个伊的情报一个真重要来源吼。因为因提供的这个消息，预告代表后来伊上届关键的时阵，伊半暝就
满过约旦河吼，啊，所以地到这个阿萨龙想要去杀伊时阵，无法度吼。咱一上看见大地开始爬上橄榄山吼，圣经跟咱讲，大地去爬上这个橄榄山的时阵，伊是头大火粉，下骹爬上这个橄榄山吼，然后伊一边行一边哭。所以啊，你姊妹哦，你看一个王吼，头拢是砍土粉。啊，烫下脚，伊在咧爬山，一边行一边哭吼，这个情景实在有够惨吼，总是有一件代志搁较惨吼。圣经甲咱讲讲，什么代志搁较惨？伊讲这个阿西多佛也伫这个反叛人的中间吼，伊去军队阿撒良吼。现在你知咩？这件代志吼，是代必听到吼，比这阿撒良反叛搁较惨的一件事吼。为什么？这个阿西多佛是全国上界好的魔术吼，圣经形容讲阿西多佛出的计谋安怎？好像就是人为上帝迄搭遐求转来的话一样啊，就是讲伊所讲的拢足准的，伊这样足巧足厉害，啊，伊出的计谋拢是上界好的吼。啊，这里我以前我记我读大学的时候读一本书叫《周恩来传》哦，那个作者写一个注解，伊讲吼，如果当初国共战争的时候，周先生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话，那今天流亡台湾的人可能是毛泽东。你把下过来这句话吗？所以对这个周恩来这个人，伊足巧的吼，足够出计谋吼，伊足够肯定啊。伊讲，既然人有这个阿西多佛的这个人，该出计谋吼，伊就安怎，伊就成功的机会就真大吼。所以阿萨良有这个人，该斗三工，会当讲是非常厉害吼。刚才咱讲的讲如虎添翼一样吼，注意哦。代表听到这句这件代志了以后，伊就甲上帝祈祷，讲耶和华上帝啊，求你和阿西多佛的规格变作是故宫的。现在兄弟姊妹，这个祈祷是代表听见阿萨良翻盘了以后，圣经甲咱讲，伊做的第一个祈祷。会当想想讲，这件代志对伊内心的冲击有偌大，所以伊听见这个代志了以后，伊就甲上帝做一个祈祷，讲上帝啊，你予伊这计划会当无效，会当行做愚公的哦。啊，咱伫这段圣经中间读着了以后，咱嘛要讲讲哦，上帝实在是听人的祈祷吼，而且伊回应甲真紧吼。当伊祈祷了以后，爬上山的时阵，圣经甲咱讲讲，有一个人叫做阿基人，火胎吼，伊就拆伊的衫，头砍土粉来迎接大兵吼，这是一个哀伤的记号吼。这个火胎，伊用这个方式来表明讲，伊要尽忠心来军队代表。总是代表甲伊讲讲，你若跟我去吼，只是一个累赘吼，是加麻烦的。可能这个人是文的吼，武的袂晓吼，代表讲跟我做伙爱烧台吼。啊，你是业别的吼，你吼跟在我的身躯边吼，顶多是麻烦了。不如安怎？不如你加伊吼，安怎去挖去阿萨良啊？我要做你的奴仆吼，我要军队你吼。啊，因为我以前拢是缀恁老爸吼，啊，今仔伊个囝做王，我就来缀伊个囝吼。安尼安怎？你会当帮我破坏这个什么人？阿西多佛的这个计谋吼。对啊，你姊妹，咱第一次在看见一件代志吼，代表嘛真巧呢。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吼，伊真巧，伊知影讲，伫这个关键的时刻，伊上重要就是情报吼，伊上重要就是爱有人会当拍入去这个阿萨良的身躯边吼，啊来帮忙伊破坏这個阿西多佛的这个计谋吼。所以伫这个一团的混乱的中间，咱看见代表伊真有效咧做决策吼。然后伊伫亚罗萨林中间安排了撒多、阿比阿他、甲火胎这些人，这些人真真正正发挥了非常大的功劳吼。比较代表伫落尾诶所发生的代志，拢是对伊有利的吼。然后咱要讲的是伫十六章。撒母尼下卷十六章50到54出现了一个人，洗礼这个人哦。这个人出现了以后，伊唔是要来支持大伯的吼，这个人是要来踢球加救助大伯的吼。伊对着迄军队大伯迄群人，甲伊顶石头，吼，甲伊牵，甲伊捏，甲伊累吼。你看，你今个这人真正是好大胆，你知影？为什么呢？大伯今嘛虽然是一个罗兰的国王吼，总是伫大伯的身躯边吼。并无缺会当保护伊只个勇士啦，但比身躯边任何一个保镖吼，轻轻菜菜的，咱就去甲伊人头剁落来吼。甚至咱要讲吼，代表家己就是一个勇士吼，伊轻轻菜菜就甲伊人头剁落来吼。但是实际上吼，代表安怎？
阻止伊身躯边的人去攻击这个洗礼吼。而且这个洗礼，这个人的咒诅吼是真趣味吼。伊讲吼，你是一个老人会的歹人啊！你看你姊妹代表是不是一个老人会的歹人？是，无唔对，总是伊讲的对象唔对。但伊讲吼，你是老所罗全家的会，接受伊罪王啊！所以上帝对你无欢喜，今仔日就将这个罪归改，这个罪归在你的头壳顶哦。实际上，这个洗礼是用家己的观点来看代志的人哦。伊这个指控完全唔对吼。在这件代志之前，代表从来唔捌杀死过所罗因家的任何一个人。代表的确有捞别人的罪，总是捞迄个人的罪是乌利亚的罪，不是所罗的罪吼。所以这个洗礼伊来指责代表。伊完全变唔到对象吼，总是咱直接看见一件真特别的事，就是代表伊看洗礼对伊这个指责，伊讲这啥物？这有可能是上帝咧爱伊讲的，有可能上帝咧透过这个人要安怎，互我拄到这个困难，透过我互这个人甲我累骂，上帝反倒转来怜悯我，施恩伫我。咱要讲的是讲，代表无看这个人甲伊累骂是一件无好的代志吼。这个中间有可能是有上帝爱学习的功课吼。现在姊妹，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吼。如果你若对圣经有教示，你就知影讲，代表上落尾要过身的时阵，伊做什么代志吼？伊有交代这个洗礼这个人的伊的下场如何吼？咱要讲的讲，代表嘛是一个人吼，伊伫即搭只又想着讲，这有可能是上帝爱学习的功课。总是代表有扣分在心里面吗？有啊，所以他是人吼，所以咱爱常常会记得，人就是无完全，人就是有欠缺。就算讲伊是一个看起敢那真好真好，圣经内底所记载一个真好真好的人，伊嘛有伊个无完全吼。落尾咱要来看，就是这个阿撒龙伊伫亚罗撒冷，当这个阿撒龙登去到亚罗撒冷，伊伫迄搭遐，伊入去做王的时阵，就是人来到伊身躯边，圣经甲咱讲，代表的朋友。圣经用这个话讲，代表的朋友何太去投靠阿撒龙，伊足巴结的吼，伊足巴结去跟这个新的王讲讲，哦，万王万岁，万王万岁。你想看嘛，这個、人哇，这个听了足恶心的吼，因为足恶心的，所以这个阿撒龙就讲讲吼，这敢就是你对待朋友的态度吗？这敢就是你对待你朋友的态度吗？你为什么无去跟你的朋友，就是代表做去流氓？就去做去受苦，结果这个火胎伊真正有去咧做卧底的迄个功力吼。等王安尼甲问的时候，伊就脸不红气不喘的甲伊讲，伊讲吼，无，毋是安尼，妖花甲这个百姓，并且以色列人所拣选的，我特别归顺伊。就讲你就是迄个妖花所拣选的，百姓所归顺的，我就是爱跟对你啊，吼，我要甲伊做伙住，而且我的属奉相呢，敢毋就是前王的囝吗？我怎样属奉你的老爸？今仔日我就是要来属奉你吼。所以足巴结的吼，足骨头的吼，咱讲要做干神的人，拢爱有这款的功力吼，安尼才会执行的起哩吼。伊就是安尼讲这个王讲吼，现在阿弟姊妹，咱要讲这个火胎这个人吼，真牺牲啦，伊冒着这个性命危险哦，啊，讲着一些言不忠的谎话，伊拢在讲白惨哦，真正是讲的是白惨吼。然后伊透过安尼来得到这个阿撒龙的信任，这件事是。代表在这个政变中间一个上界关键的一个时刻，为什么当这个火胎得到阿撒龙一信任了以后，他才有法度来破坏阿斯多佛的计谋。上头尾咱要讲今仔日这段圣经的焦点放在十六章二十三到二十三节。这段圣经跟咱讲吼，这段圣经吼，我一直讲讲哇，这段无介好讲吼。啊嘛，看图嘛，足奇怪，所以我有甲图小可修掉吼，那个第三点拢甲修掉，都看不到吼。这段圣经甲咱讲讲吼，阿撒龙安怎？伊这个阿斯多佛对阿撒龙讲讲，你老爸所留落来看守宫殿的这个嫔妃，你会当甲伊成婚吼？然后伊就伫这个王宫一边的大镜头安怎？甲伊的老，伊甲伊爸爸留落来这个嫔妃安怎做伙成婚吼？圣经甲伊讲，圣经甲咱讲讲。迄个时阵，阿斯多佛所出的主意，好亲像人问上帝话一样啊！伊迄个时阵，和代表今仔日和阿撒龙出的主意，拢是安尼。圣经人讲讲，这件事安怎？这个计谋非常的有效啊！为怎样这个计谋非常的有效？就是讲，这是一个表示，
这真重要的表示，表示讲大伯的囝阿斯达良已经有效统治这个国家，国王所拿下一切拢真有效，和这个阿斯达良来甲伊取代。这个王，这些时阵国家的实质的统治者，虽然有两个王，但是真正的统治者是阿斯达良。亲爱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对当时看见的人一个真大的冲击，这是一个事实。遐看见的人，伊拢无法度否认这点。圣经讲讲，透过安尼，互遐个人来归向，归向阿撒良的人，因就哪坚定，因哪相信，因就徛伫阿撒良这一边。总是伫这段圣经中间，咱唔通忘记的一件真重要的事，就是先知拿单所讲过迄个预言。先知拿单所讲迄个预言是安怎？伊讲，伊甲大伯，当大伯甲巴士巴犯了感染的时阵，拿单甲伊讲一句话，作证来讲：你既然藐视我，带了迄人乌利亚的无，所以有三个迄人，第一个人就是刀剑，永远无离开你的家。所以咱看见大伯伊的家庭出现了真济兄弟相杀、囝杀老爸、老爸杀囝的代志，然后我要对你的家中引起祸患来攻击你，我要在你的面前把你的兵徽赐予别人，所以因要在日光下面跟他做伙睡，你在暗中行这些事，我要在以色列人众人的面前日光顶面来报应你。亲爱的姊妹，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这是一个真特别的事件，就是过了年前这个拿单，先知拿单所讲的话实现了，代表暗中偷人的某所带来的这个灾害是这么大，刀剑无离开你的家，你的家既然要兴起祸患攻击你，我要将你的某赏赐给别人，而且是公开行这个代志。哎呀，弟兄们，我要讲的是，咱唔通怀疑这件事吼。有时阵，咱要讲的是，上帝伊唔是一时之间会生气，叫拿单讲这个话吼。啊，上帝若气若消啊吼，这代志就不要紧吼。有时阵咱人会安尼吼，迄人吼若惊唔听话，你甲讲的时阵吼，啊是讲辱骂的时阵，讲到最严重的，啊气消了，气消了就没有了嘛。哦，你跟你的先生冤家，你跟你的某冤家，还是你跟你你驾驶恁囝的时阵，恁某恁什么人的时阵，你有可能讲个气头的话，啊，气过了就安怎，就煞。所以咱第一读起来，读起来拿单一所讲这话，你看哇，这种最严重的呢，是不是是上帝足受气的？所以气一个过头，讲一个最严重的话，啊，过几工啊，了以后上帝若无生气，一气过了以后就无啊。有时阵咱也安尼感觉吼，总是。圣经的作者，伊无妄望咱无注意到这件事实哦。圣经的作者，上帝要让大伯知影，这就是罪的代价。大伯伊经过这么侪悲惨的代志，去学到这个珍贵、珍贵的功课哈。所有一世人也爱去看见这件事，每一个读圣经的人嘛爱拢爱知影，这就是罪所带来的功课。现在兄弟姊妹，圣经的作者爱咱知影一件事吼，你唔通怀疑罪的后果，咱唔通欺骗家己，想讲犯罪会当唔免付代价，或者是讲犯罪了以后，上帝若生气，我甲伊讨价还价，上帝会当对我较好一寡。圣经的作者爱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见罪的结果是啥物。现在兄弟姊妹，这是特别爱。学习的学分，那是咱以前、现在、甲将来历史历代基督徒拢爱学习的学分吼。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事。落尾，咱要阁简单透过今仔日这段圣经中间，咱有几个思考的点，就是今仔日这段圣经会当予咱思考，什么是咱的朋友啊？伫圣经中间讲到朋友有真济经文吼，你若讲迄个大伯甲约拿单吼，也是讲大伯甲伊伫即个艰苦的中间，遮个人怎样帮助伊？但是真济经文拢藏伫即个箴言中间吼。箴言安尼讲讲，你甲你的朋友甲你老爸的朋友，你拢袂使弃散吼。当你拄着患难的时阵吼，毋是去找你的兄弟吼，爱去安怎？你的厝边吼，你的远亲不如近邻啊！你遐好朋友对你的帮助实在搁较大吼。现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伫这个中间，咱看见吼，咱讲来讲吼，这个锦上添花吼，
无真好吼，雪中送炭的较重要吼。但是当伊咧做王的时阵，咱免惊伊的身躯边有真济人来巴结伊吼，就敢那即个虎胎吼，讲遐话去巴结阿撒龙同款。当你权力在手的时阵，真济人来甲你巴结。同时，当你伫困难的中间，当你是多亡的中间，当你伫你的性命逆境的中间，你有朋友站出来，甲你斗三工，为着你来冒险，用因家己的方式来甲你斗三工，这敢是一件真水的代志。咱伫台北的这个困难的中间，咱看见其实台北伊无真孤单吼，真济人站出来甲伊斗三工。即个中间内底有人是外邦人，有人是这是是即有信仰的人，有的人是伊的好朋友。现在是这么信仰，咱讲讲人为伊的朋友放下性命，人的痛心无比这较大。咱咧讲是，你想看卖吼，咱家己想看卖，你敢有这款的朋友？直接是。你敢是别人这款的朋友？当你的朋友拄着困难的时候，你敢是伊这款的朋友？啊，你敢有这款的朋友？如果你若想想拢无，咱真正要求上帝帮助咱吼，甲人去建立一个较好的关系吼，啊，咱嘛愿意为别人付出搁较济。第二，咱第二只大家咱要思想的一件事是关格吼。你看圣经甲咱提醒一件代志，就是上帝是一直咧做工的上帝，而且咱唔通袂记。上帝是讲话算话的上帝哈。当台北甲巴士巴犯错了以后，上帝宣布伊的下面甲下罪，甲伊的罪了以后哈，咱也真注意看，这会发生伫台北的这新州新区警察的事的时阵，我唔知道你有啥物看的感觉？你会感觉讲台北真衰，还是上帝真恐怖？哇，上帝足赞的吼，甲讲要安尼就是安尼吼，一点啊一点啊一点啊，可以一寡。好嘞，啊，一寡打折吼，啊是 bonus 的机会拢无吼。但是咱要讲的是，如果咱若真正注意看发生伫台北新区警察这样的事的时候，咱爱讲，真理是安慰咱，真理是实在安慰咱。咱的上帝所讲的话，因为是实实的，所以伊是无怕一个。上帝不是一个好好先生吼，啊，你犯罪不要紧啦，吼，啊，伊生气了以后过就煞吼。上帝不是那个一时心软的，咱要说的是因为代表这个人和上帝看作是重要，所以上帝一定要给他管教。当咱和上帝看作重要的时候，上帝会出手管教咱的错误。所以因为咱做一个基督徒有一件代志，是咱一定要去学习的功课，就是安怎，咱不能求上帝加疼咱较济一点，总是咱却拒绝上帝管教。如果咱若毋望上帝加听咱较济一寡，咱就要接受上帝对咱的管教。每一个听上帝的人，每一个较慢甲上帝建立亲密关系的人，想要做一个我要合上帝心意的人，拢爱知影一件代志，就是上帝所听的人，上帝伊咧管教。彼得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安尼讲：因为主所听，伊咧管教，佮鞭打，伊若伊所受辱的惊哩。就是讲吼，你若甲上帝无关的，上帝较无爱插你。你若无予伊定着算着，伊若无甲你看作是重要的，伊就袂甲你特别甲你管教。所以啊，你认为因为上帝真看重台币，所以上帝予伊管教真严格。这对咱来讲是一个冲突，你知影？真侪时阵吼，咱带着咱心内迄个对宗教的想象，我来拜这个神，我来拜这个主，我就是毋茫对伊的身躯顶头得到较侪的祝福，较侪的利益。较侪好处，安尼就好啊嘛。咁是，足侪人就是安尼嘛。我小时候我若拜拜神吼，就是我差不多毋捌听过我阿妈咧讲吼，即、這个妈祖啊吼，阮即个囝吼，拢毋读册吼，你就好啊，甲教示甲顶一下吼。毋是啊，拢甲我保庇讲吼，然后读册啦、平安啦吼，到大汉啦、大发财吼，拢是讲求这啦，足安尼讲，就讲好啊，甲教示一下，无咧求这嘛，对毋对？咱拢会想讲哇，好康诶，较侪较好诶。较赞的临到咱的身躯边头，但是圣经甲咱讲，上帝所听伊的管教。现在你认为感谢上帝，咱是无人听的人，咱是有上帝听的人，所以上帝甲咱管教，这对咱是一个安慰。咱伫拄着困难，拄着真济人生的挫折的中间，咱来想看嘛，有时阵这敢会是上帝对咱的管教？这是咱会当学习的功课。上落尾，咱要讲的是主权吼。
圣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安尼讲，讲咱知影万行事互相效力吼，叫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着伊旨意互拣选的人吼。现在兄弟姊妹伫上帝的这个主权里底吼，上帝甚至用代笔来对敌，就算讲迄个人是罪人，罪人来实现伊的目标甲承诺吼。上帝兴起火胎这个人来阻止阿西多分的计谋，甚至伊用对敌的犀利的嘴来教导代笔，伊就爱谦卑的功课吼。虽然犀利的动机甲伊的消息拢是错误，伊的看法嘛是唔对的，总是这是却是上帝用来教导代笔的功课。兄弟姊妹，上帝主权常常实现伫大家角落中间，当代笔伫伊的困境的中间，上帝照着伊的计划，照着伊的安排，和代笔去面对真侪困难、真侪冲突。透过安尼，互伊学习搁较侪的谦卑，搁较来认捌上帝。咱要讲的是，上帝主权就是伊常常用一件伫咱眼中看作是无好的事，来成就上帝心目中看作是好的。所以咱讲万行事互相效力，你要听上帝人得到你。现在兄弟姊妹，今仔日咱也无信仰的眼光，咱来看圣经甲咱所讲的这段代笔甲伊的囝的这个记载时，咱会感觉讲这是一个悲剧，这是一个真可怜的事吼。伫这个中间，咱看袂起五万吼，老囝要杀老爸吼，老爸已经倒走吼。当时咱也是伫这个信仰的眼光来看的时阵，咱就知影讲，这个事能够代笔，有代笔爱学习的功课。这个事能够代笔，有上帝的心意吼。咱就会知影讲，所有的事伊毋是无目的的发生。咱是伫上帝安排，伫上帝的主权里面，伊安排这个事。无论咱人来看是好的，是唔好的，是正面的，是反面的，是忧伤还是快乐的，是荣耀还是见笑的，这拢是上帝主权的实现吼。伫这个悲伤，伫这个痛苦，伫这个多梦的中间，咱看见有好的一面。什么？就是代表伊的生命伫迄个黑暗，伫迄个破碎，迄个时阵，伊会当谦卑来领受别人对伊的累骂吼。这是代表伊过去真欠缺的一个特征吼。以前伊面对拿巴这个粗鲁人来伊的侮辱时阵，你会记代表安怎？伊半暝啊闹人，你去杀人的全家啊。总是伫这个时刻，代表却愿意忍受洗礼，甲伊侮辱吼。伊是一个王诶，总是伊伫迄搭遐愿意忍受洗礼对伊的侮辱。咱咧讲的是代表伊无完全。总是也当学习这款的功课，用耐心来接受伊苦难甲伊的建设哈。上帝无予这款的苦难、这款的痛苦来摧毁特别这个人，乃是帮助伊会当更加亲近主、更加谦卑来挖苦上帝。所以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事哈。咱怎样来看发生伫咱身躯边这样的，无论是好、无好、顺利、无顺利的代志？如果咱来会晓用一个上帝眼光来看的时阵，咱会当常常发生伫咱身躯顶头，即个无论是顺利无顺利的代志，拢有上帝对咱的塑造，互咱的性命会当享受伊的稳定，或者是互咱的性命会晓享受，会当得到伊要互咱学习的功课。咱要讲的是，一个有信仰的人，苦难毋是甲伊摧毁、甲伊毁坏，苦难是甲伊塑造。可能是让他学习更多的顺服谦卑，更加明白上帝的心意，愿意咱大家人可以学习这样的功课。咱三个来祈祷。天父的主，我在你的面前，我要说我人都是不完全的，我都是有欠缺的人，所以我要在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会晓在你的面前谦卑学习顺服，学习你爱我的功课。主，有时阵阮互阮的罪所定判，有时阵是别人的犯错，抵到阮受到伤害。总是伫这个过程的中间，阮拢相信主，你所听的人，你对因有一个好的心意，无管是顺利无顺利，无管是管教也是拯救，主你拢有你水的旨意，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会晓学习愿意谦卑来看主你对阮的带领。安尼祈祷感谢，靠耶稣基督名来求。阿们，咱做伙来吟会。